咱们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吧？有何贵干呢？想请你配合调查。行啊，怎么配合？行车记录仪器我们看看。没问题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。 放心，里边的隐私我们不会看的。放心，那些少儿不宜的我都已经删了。我们用完即还。不用了，你就留着吧。那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 谁说没用啊？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呢。今天的小米粥不错，金黄金黄的，我也给你打了一碗。快趁热喝呀！好，谢谢。 今天我们晚饭在哪儿吃？你定吧。真的？当然。嗯，那我们就去吃那家烤肉吧，就是你们经常去的那家。你不是吃素吗？我吃不吃素你不知道吗？好，我定位置。那你叫上他俩。 我通知他们。不着急，先把粥喝了。王医生，找我。佳佳他们非要我请客，我在想要不就把那些巧克力给他们吧。 好啊，没问题。好吧，行吧，文医生。谢医生都说了，没问题。快拿呀，不然一会儿我就后悔了。别！哇塞，姐，这不是白医生那个真爱？你说现在谁是真爱？全是罗伊斯，这么多盒，大牌子呀，文医生。 咱家是不是有矿啊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我就是替你俩高兴。你说啊，你们俩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金童玉女。就咱们院儿说，你们俩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好上了，那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。怎么说话呢？本来就是嘛。我就是替你俩高兴。那我去拿这些分给大家。 来啦！哦，就你一个人呀？你那小弟弟呢？他说跟我师兄约好了周六在疗养院见，所以今天就不来了。我是跟他约了周六见，但是没说今天不见啊。哎，别管他了，康康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你们吃啥我吃啥。你不吃素了？嗨，我看心情。 心情好，我就吃肉；心情不好，就吃素。嗯，明白了，间歇性吃素。还是我来点吧。我来。这就对了嘛，你们吃啥我吃啥。解释吧。先说哪方面？
你之前一直喜欢金玲，还说要跟我公平竞争，最后为什么跟谢天琪在一起？小朋友的问题，解释。我喜欢金玲是真的，要和你公平竞争也是真的，和谢医生在一起也是真的。原因很简单，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我和谢医生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冲动了。 我感觉还不错，所以就在一起了。那你说变就变，这很正常。你在长大点就懂了。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，对金玲更是如此。不信的话，你去问他。好，那咱们说下一个。你一直都认识何建设，也知道我一直在找一个叫何建设的人。你们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 这一点是我的错，我确实不应该向你隐瞒。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叫她姐姐，而不叫她妈妈吗？不知道。十几年前，她是日本市最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，而我是她的私生子。 为了掩人耳目，也为了他的前途，他让我只能叫他姐姐，尤其是在外人的面前更是如此。小时候因为这个，我没少挨他的打。你看他现在都这样了，我却还只能叫他姐姐，否则的话。 还是会受刺激。对不起，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说来话长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他不这么忙了，我随时都可以过来看他，不像小时候。 对不起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我早晚都会告诉你的。只不过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。3年前，这个何建设来我这里看病，很偶然间，居然判断出我是文慧的私生子，他居然还找到了这里，找到了他。 于是他开始威胁我，说要把我是他私生子和他的现状等等，全部告诉媒体。所以，这个坏蛋。就这样，我被他威胁了3年，不过钱也不是很多，我也就一直忍着。前些日子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找何建设，我一直在犹豫。 要不要告诉你我和妈妈的情况？二也是心存侥幸，此何建设非彼何建设。结果没想到，还真是够凑巧的。对不起，是我自私了，光考虑我的隐私，没能帮你找到你妈妈死去的真相。 之前一直觉得自己身世蛮惨的，没想到我们差不多。我还好，起码我妈妈还在。对不起啊。
咱们就别比惨了。对对对，其实也没有那么惨，我们两个都还好好的，对吗？就是啊。阿姨真的很漂亮，年轻的时候一定更漂亮。我相信。 你妈妈也一定很漂亮，那是当然。我相信你妈妈也一定很漂亮。那是当然。阿姨真的很漂亮，年轻的时候一定更漂亮。就是啊。等你下次再去给阿姨扫墓的时候，叫上我一起，我也想给阿姨些说话。好啊，那我下次去的时候叫上你。我们下周约一场球吧。 也一直都没约上。打球的事儿就再说吧。也好。你今天怎么没叫我师兄一起来啊？不知道。你还是不相信他？ 不知道。其实我相信他说他和他妈妈的事情是真的，我也相信何健是勒索他是真的。但是他越这么说，我就觉得他越没说什么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朴老太自杀前，他曾经去过朴老太家。 当时我跟他说朴老太家留下了男人的脚印，但他当时并没有跟我说他娶过。总之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太多秘密的人。曾经我跟他说过，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相信他的人，但现在。 我也没有这个自信了，景天。我在想，你是不是太想知道你妈妈去世的真相了？所以，也许吧。所以过来看看她，也许能安心一些。 是已经去世了吗？对，所以才奇怪。
小天，叔叔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一束花说明不了什么。也许还有人，还有很多人知道你妈妈喜欢这种花束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跟你爸爸是同学，我和你一样。 真希望他还活着，可是他没了。18年前的今天，就在这儿没了。你爸爸当时的情况，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走的挺好，解脱了吗？ 18年了，都过去了。看到你现在这么出息，我从心里替你爸爸感到高兴。我们这一辈人呐，活不活着也就这样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一定要向前看，好好的活着。这也一定是你爸爸的心愿。 行了，不说这些了啊，带你去新房子里看看。这房子啊，我为你买了可有1年了啊，怎么装修，你得出个主意啊。徐叔叔，要不然我改天再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那你给一个准信，到底哪天能去？那后天吧，后天下午肯定去。那咱们可说准了啊，不能再拖延了。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，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。那么，上帝，文慧姐朗诵的真好。他们那一代的主持人功底都很扎实。雷声，他们跟我说，之前每年的今天，文慧姐都会闹一闹。你就是那只蝴蝶。 我记得我们曾经的水深火热，我们咬紧牙根，用血液在游戏。也许真的是一场游戏吧。当着上帝沉默的允许，行尸走肉的鲸，当着毒发血雨般的彩虹，从不疼的标本，无影。 痛苦地醉倒在我胸前。
可是我感觉文慧姐今天的状态格外的好，我觉得姐应该是好转了，是不是？也许吧。这也是你来了之后悉心照料的结果。不不不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觉得呢，姐要是每天都能这么跟我们朗诵，也是特别好的。是啊，要是能够天天都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慧姐，我带您去那面逛。文白哥，在哪儿啊？蝴蝶谷。这么巧，我也在。你也在？我每年都陪文慧姐来，每年的今天我们都会过来。真的？这么巧？怎么说？我每年的这个时间也都来这儿。确实够巧的。这里呢，新开了一个民宿，挺不错的，我们都在这里。过来一起坐坐，回头我们一起回市里。好啊。那好，我现在把位置发给你，这里叫蝶自在。好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快倒下！快倒下！文医生不让你动。文医生。文白。他在哪儿？他在隔壁照顾程序呢。程序。这是哪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这是我开的民宿。程序就是你昨天救的那个人，是我男朋友。昨天文医生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接，然后就去找你了，发现你跟程序在一起，就叫上我的几个男员工把你们给弄回来了。你认识文医生？我不认识啊，昨天他来民宿住，我不就认识了吗？哦，对。你现在也是大老板了，谁不容易谁知道。哎，那昆虫所对面的标本店你还开吗？我开呀，我周末才过来。文医生。哎，景天，你醒了。
王医生，程旭怎么样了？他和景天一样，都是脑震荡外加皮外伤，静养一阵子，问题不大。对了，景天，你怎么会和程旭抱在一起摔下去了？不过幸亏你们给对方当了个肉垫子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程旭好像受了什么刺激，控制不了自己。我怕他摔下去，就抱着他往一边滚。刺激？是你救了程旭啊，景天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说，你为什么每年都会来这里？你也没问我。你不说我怎么问啊？景天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爸爸当年就是在山下的公路出的车祸，每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。对不起。没事儿。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每年也会来这里啊？你不说我就不问。你不问我怎么说啊？你也说不说。也好。等你什么时候想问的时候，我再说。请我吃饭，我要吃好吃的。好，你这么开心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当然，我刚从副院办公室出来，下周我要去布鲁塞尔，去参加欧洲透析与移植机会年会。我要去两个礼拜，咱们省就一个名额，给了我。真厉害啊！我就问你，我优不优秀？优不优秀？优秀，优秀。那当然。等等，你这么高兴，是因为我一下子出去两个礼拜，你就爽了歪了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少装，一定是。市里面有急事找他，就先回去了。
他教了我一首诗，让我背给你听。那对蝴蝶早存在了，并看它们衣裳清洁，过一座小桥去郊游。落在后面逗他，挥了挥衣袖，他感到他像图画，想在来世中。就是这首。9月25日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你一定要告诉你爸爸，28号那天哪儿都不能去，千万不要出门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放心吧。姐姐，我们先睡觉好不好？我陪着你。可以确定了，燃烧点就是起火点。确定了也没用，都已经烧完了。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汽油量，燃烧点足够充分。谭景天这柯南体质，我也是服了。你一干刑警的，好意思说别人是柯南体质？怎么样？李左肺叶两指左肩肌腱严重受伤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，还能不能做外科医生要等手术后的结果，录口供就等到24小时以后吧。明白，我们等。辛苦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让你留观吗？
我在这儿也能关。赶紧回观察室休息，景天还等你好点录口供了。我随时都可以录。景天，听医生的话，快点回去休息。对，口供不着急。听话，文医生没事，赶紧回去休息。你看你憔悴的，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就在这儿陪他，等他做完手术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有我在这儿陪他，你放心。我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这一天终于到了。梅少的尸体是我的双胞胎姐姐宁芳。出生在农村，那时候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兄弟姐妹好几个，只有我们家就我一个小的。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。不行。
老杜，怎么样？貌似还行，要看他的恢复了。我建议你们呢，最好是在12个小时以后再问考公。明白，辛苦了。辛苦了。辛苦啥呀？到时候啊，别忘了请我吃喜糖啊。必须的，到时候我给你点烟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听到了吧？你也赶紧回病房休息吧，我送你过去。不行，我得去看一下。景天，你不能去，小心病人感染。二位辛苦了，你们先去忙吧。行。看你们俩感情那么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亲兄弟呢。3个月，工资每个月3500，试用期结束每个月4500，包吃包住。嗯，我有住的地方。哦，这个随你，不过你住外面的话呀，那个交通费是没有的。行。嗯，那行，那明天来上班吧。谢谢。啊，那个身份证给我一下，我去复印。我们在城市的两个角落上班，用同一个名字。我们过得很快乐，没有人发现我们的秘密，直到我的男朋友出现。姐，我回来啦。姐，他是程旭，我男朋友。那，这就是我13多年的姐姐。你好。哦，还真是神奇啊。